馆哦，在卖这个新品种的话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很好奇说，哎，黄先生，黄先生，请问一下哈，你这些那个新品种是从哪边拿来种植的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这不是从哪里拿来种植的，这是我自己研发的。既然是你自己研发的，那有没有一些那个树苗，那我们带回去自己那个种植啊？不行，这是我很难得利用十几年的时间才研发成功的，总不能说你两句我举句，他举句，我就把这个哈新品种送给你种啊。好，既然你不要送，那我们用钱跟你买好不好？他说也不好，那怎么办？跟你买也不好，你又不阿斯达里送我们种，好吧？你既然在我们哈这个村庄里头呢哈，出了名的吝啬，很难搞的角色。好，我就不相信你一天24小时都会哈在你的那个果园里哈看守他。我们就用轮流式的在干，你都不要哈有一天哈有一些事情哈出门去办事情，这样的话我就把你整个的哈把它哈剪成垃圾这样。捡一捡回去接一接哈，我们家也有，我就不用去跟你买了。所以那个新品种出来以后，他不知道哈从新品是什么样的果名，所以他想说，哎，他那个成熟以后呢，它的外面呈现金黄色，哎，我的名字叫做金黄，以后呢，让人家好知道这些芒果的话呢，就会想到这个是谁研发出来，所以他才把这个芒果命名叫做金黄，他的名字叫做黄金黄，只有他有，别人没有。好了，那好，各位那个嘉宾，你们现在好来到这边哈，就是刚好在我们南部有一个风景区，叫做茂林国家风景区。茂林国家风景区刚刚好就是在我们南部两个县，六个乡，哪两个县？就是我们的高雄县、屏东县。啊，乡呢是哪六个乡？就是我们屏东的马家乡。三地门乡以及这个布台乡，如果说高雄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茂林乡、六龟乡以及桃园乡。昨天下午哈，你们是不是有去那个塔罗流溪戏水？有。那边呢哈，就是属于我们哈高雄的那什么乡？北部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寺吗？桃源市，可是我昨天你们去那个溪水的地方，是我们的桃源乡、高雄乡、桃源乡那一条路，就是我们南部最有名的南屏公路。昨天我特别介绍过了吗？总共有59,800公顷，所以呢，在我们那个茂林国家风景区所居住的都是在地的原住民。原住民是一个称呼，早期称之为高山族，也叫做山地头包。这个窗帘哈，把它打开来，这样的话呢，为什么分成这样子呢？很奇怪，为什么？有煮的，泡的跟没煮过的，很好。反正不管哈，吃生的、吃熟的都可以吃啦。就是差别这样子。以前有分那个温点的，它有分哦。额头以及在他的两颊以及在他的下巴，这样子他是不是呈现一个王子王啊？他是从哪边开始那个纹？是那个上额、他的下额以及他的两侧，这是不是没有办法，男女都一样，就是这样子的宽称之为王子宽。那就是我们的好，你们现在看一下你们的右下方那边有一条溪，那一条溪就是我们的老龙溪。昨天有看到很多人在上泛舟，有没有？那就是它的那个起点乌碗溪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来到我们的高雄六龟的话，这一条溪叫做老龙溪，可是它哈这一条溪的那个源头在哪边？在玉山，所以它上游的溪名就叫做老龙溪。笑脸街。刚刚那个香肠说，如果说我说好，它是那种下游叫做什么溪，我有一点不清楚，它的上游叫什么溪？笑脸街。同一条溪，可是它的
上游称之为少女溪，中下游它的水流比较稳定，重点是称之为老龙溪。老龙溪，老龙溪，差不多这样子而已哦。但是哈、哦，隔着这个老龙溪的画面，你看到对面山下的话，是不是很多的住户？那边呢哈、哦，称之为老龙村，台湾话叫做老狼村。老狼村。好、啊、了，后面我们现在好车子注意看一下，它那边有一个旅社叫做不老温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那边住的就是老狼，这边住的就是。不是啊，就是结过婚了，她的老公很早就往生了，那才叫做寡妇。对呀、啊，是的，寡妇村。她老公不会跟人跑，他跟谁跑？上天。好、哦，跟主啊。主的召唤，哎，你们快点来、啊，这样子。